你们棒球队大家都公认那个婉珍很正，那他是哪一种类型？气质？气质吗？婉珍吧。哦，除了棒球队，棒球队推荐，篮球队推荐，另外一个肯定队哦，肯定队，大家都觉得他是校花吗？好像他们里面的人都蛮漂亮的、啊，因为我们刚刚一进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整个妆法那种才是超可爱的。就是婉珍吗？哦，找到了，男生直觉。一起上学吧，今天要干嘛？大家好，我是千惠，我是泰拉，我是饼干，我们来到高院工程。首次男生哇，高雄，来，我感受到南部的热情，热死人了。废话不多说，直接来找一下奇人异事，校花校草，欢迎人物 ，Let's go。1971年创校至今的高院工商，以精诚、勤俭、荣誉服务为校训。棒球闻名全台的高院，有着绿色怪物的美名。历年培育出曹景威、陈伟英、周思齐等好手，是高雄最具指标性的运动培育学校。主导着毕业及就业的学习目标，十分注重学生考取技术证照。今天下课十分钟，你就来找找好哪些成人同学吗？我们想要问一下，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啊，或是很帅男生啊，或是风云人物啊之类的？美法科吧，美法科，对啊，叫婉珍的，婉珍。哎、欸，等一下，你们这个看，你们是运动员吗？对，你什么运动的？棒球。哇、欸，高院的棒球超有名的。全国前四强的那一种，所以你们棒球队大家都公认那个谁，婉珍，婉珍很正。对，那他是哪一种类型？气质，气质吗？高颜值的，对，高颜值的。你们平常都会偷讨论这样子，对对，这样讨论。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他比较好？在四楼。四楼吗？我要带你们去吗？啊，哎，可以。高练球吗？哎呦，是多想看婉珍，你们是不是多想看婉珍？想看就说。教练，这个啦，想看就说。正太啦，只想看婉珍，不想练球。好胖。哎呀，哎，没关系啦，讲错了，教练不要认不得啊，好不好？好了，你们同一个学校有空再自己看，我们要去找婉珍。先去找婉珍啦，啊，你们练球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有个人特色啦。什么？好可爱哦！这是我们资讯科的小布，小布，小布，对，你可以加嘿小布，嘿小布，哟，嘿哟，好可爱！嘿小布，那你带客人去资讯科找我们的舞蹈老师。大家好，我是资讯科的小布，就让我来带你们去找舞蹈老师吧。Let's go, Let's go！ 哇塞，哎他。他为什么会这样跟着走啊？他下面有个循性感测器，对，感应黑线是吗？循着黑线。可爱哟！前面就是舞蹈老师。机器人呢？刀群舞，所谓的刀群舞。哎，其实他的舞蛮难的。对。你们练舞练多久？对啊，对，你们平常是跳什么舞风的？对，队形是谁手的？对，那就是用我们用电脑去控制写程式。因为这一台机器人它有16个阿达，就是16个马达。马达。然后每一支舞每一个动作就是要每一个马达都要去微调。那你设计一段舞，你大概要用多久时间去设计它？就好几个月的事，对啊，所以这一只就要好几个月。对，那刚才那个小布也是吗？对，刚才小布也是。小布超可爱的，对啊，而且他的那个眼睛，对呀、啊，可是他会对你这样眨眼，他还会要，超 Q 的。学校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长得很漂亮啊，校草或者是风雨人物，还是觉得特别，或是搞笑的也可以。我们学校有一个号称就是高院贞子，然后他就是我们汽车科的刘章强。刘章翔，那我们去看到底是周子瑜还是曾子瑜？那个 ，OK， 因为刚才有人跟我们推荐一个张翔，张翔，我们是来找张翔的，其实他是我的学长，那我带你们过去吗？可以吗？好啊，在我们认识一下，不方便啊，不会不会，这里吗？哎，有一个很像，蛮可爱的啊，哎，有一个很像，哎，蛮可爱的，我觉得有像曾子瑜，我觉得有像到，你就是
跟他是一个他后面的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刘彰祥。我一台车要给你们看，要让我们看车，这是干嘛？你坐的、啊？他直接 Q 我们走哎、欸。那台车是什么？哦，敞篷车。我们把轿车切成足够的敞篷车。切，用切的、哦。你们自己切的。对啊，把这个切掉。哎、欸，好酷哦！我原来汽车里面长这样啊！哎、啊，不是，那个是后来加进去。哎、啊，不是，重点是你切成这样可以开吗？哦，那也可以。可以开车。哎、欸。哎、欸，那要试试看吗？我突然有了个想法，怎样？我们来拍个 MV 怎么样呢？哦，每次 OG 有没有？直接就来一段了啦。对啊。你有问主人吗？欸、可以吗？可以吗？对啊，当然可以。他可以耶。那你可以先示范。重点是你知道这台车有多音响？你看这两颗哦，后面还有三颗哎。五颗。五颗哇！重低音。那我觉得直接吹到紧绷，然后就来拍一小段。吹了。Action。In this carousel of life, we going round and round. And you gotta be ready for the get up or the get down. It might slip you up, it might fill your cup. It can give it all or take it all. 哇，超酷！好爽呢，来吧，帅！第一次坐敞篷车的感觉怎么样？很爽，那个风啊！而且这台车真的很欧。对啊，还有音响，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 MV。哎、欸，如果这一台敞篷车的话，旁边可以坐一个梅亚，你会推荐谁来坐这个位置？是有听说好像有一个女生乔生叫尹光慧，好像长得漂亮。哎呦，愿、哦、意载她的尹光慧。我们等下去找，我们等下去找一下。哈哈哈哈哈！光慧，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嗨。我是方慧。哦，而且听说这一班都是乔生。乔生班是来自哪里？在印尼。印尼，印尼话自我介绍一下吗 ？Hi, namaste, Jacky, terima kasih。算是蛮短的。所以你刚才讲了些什么？就是我的名字。我叫方慧，然后谢谢这样。对对对对对。啊，那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快趁他对台湾还不是很熟，说赶快追。你来台湾多久？一年。我们建教是有跟一般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厨房里面上班。哦，做菜。对。所以未来学完了，你是想要回去那边开店吗？还是就是直接待在台湾？还没有想那么远，先学好再说。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学校里面有没有注意到很漂亮的女生，或是很帅的男生？有吗？有。哎呦，有这注意。那你跟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有看到他很漂亮。哦。我们要回宿舍的时候看到他，福利社了。福利社那边。福利社上面吗？那我们就直接去那边走看看。对，我们直接走一趟合作社。对啊。谢谢。借我们掌握一下好吗？对啊，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本智安，然后现在高院工商篮球队当控球或是二号位。又会运动，长得又帅，随便一抓就是人才。你是混血儿吗？混血。是混哪里？伊朗。伊朗混哪里？伊朗。哦，混啊，你混伊朗。我以为你在开我玩笑。好，你们问一下女生最想要问的一些问题。现在美女。没有。哎呦，回答得很快。专心打球。你有没有觉得一些漂亮的？对啊。在学校，应该是美法科应该有。美法科。美法。叫什么名字？婉珍吧。哦，我们今天已经除了棒球队，棒球队推荐，篮球队推荐，美法科曾经队啊。曾经队，谁主管？他长得很像明星啊，他长得像一个明星。哪个明星？歌手方大同，有让人觉得你像方大同的？有吗？请留言。你也喜欢那个婉珍吗？大家都觉得她是校花吗？所以你也这样觉得？运动员的菜，那我们就去找找看她。Let's go。对，我们现在到回到美容科，美发实习教师。好，今天的大 boss 就在里面，好期待。Hello。Hello。人家们里面的人都蛮漂亮的。我觉得他一定有可能，你可以信仰吗？我觉得是他。来，你问。那你姓杨吗？对。不是。你们要不要自我介绍？我是温迪的生意。
较小的。小七。对对，好。嗨，我叫陈毅。因为我们刚刚一进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穿着新娘服，然后又把整个妆化，那种才是超可爱的。为什么要特别化？对，打算要嫁给谁？就是整体造型的课程。所以这个是别人帮你们用？对，就是三林姐学姐有学到，就是会帮我用。哦，那你们自己平常有没有就是很多人追？没有。怎么会？我觉得这个学校都男生都看着觉得很喜欢，但都不敢追。请问你们两位有男朋友吗？没有。一个有一个没有，至少我们还剩下一个。对，那你觉得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就是个性，可以就是阳光一点，阳光一点。那你的择偶条件要不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对啊，你现在是单身呢、啊，合得来就好啊。比我高，比你高，你多高啊？164，比我高一点。我觉得现在的小妹妹都长得好。谢谢你们。啊。请问你姓杨？美美的。你姓杨？不是管家吗？哦，找到了！男生直觉。你知道你是全校公认的最正女神吗？有听说。啊，原来已经听说过了。所以那些棒球队、篮球队、跳高王子什么，都有对你示好过，是不是？是没有啊。可是我如果走在走廊上，他们都会叫我名字，然后叫你打字，很热情哦。那这样子你会觉得困扰吗？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后面习惯了这样。嗯，那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有哇，坑玻璃心。前面访问的那一些人全都心碎了。对啊。是学校的人吗？不是。啊，校外人士是什么类型的？对啊，可爱的吧。可爱，喜欢可爱对吧？就说可爱型最棒了吧。好，还是。就是你们是学校规定就是要绑头发吗？然后如果像这种专业科目就会一定要绑那个猪猪是吗？就是很特别，通常都有听过那种什么科服啊，没有听过科绑头发，就是他平常的个性跟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样子有差别吗？比较爱玩，平常上课的时候就是不会像现在就是。比较乖一点，他就是会起来嗨那一种。开玩笑，上课的时候起来嗨吗？闷骚型的啦，就是有一个反差的感觉。对啊，可是也没有不好，就看起来文静的，然后其实个性比较活泼外向。我觉得这样子 OK。对啊，那我们今天就是很开心找到我们寻货大 boss， 大 boss 运动员的推荐首推，对，公认的。喜欢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外加留言，然后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说你今天最喜欢哪一位同学哟。拜拜。也是你去拜吧。请问泰拉现在在干嘛？跳冰舞。你为什么录影片录到一半在抓壁虎？这个还抓不到。可是我怕踩到怕什么？它好小，它是 baby。然后这个人不怕蟑螂，怕壁虎。壁虎蛮可爱的。救命啊！救命啊！冲去，冲去给找千惠，找千惠，找千惠，千惠，千惠，千惠。我把老师去放。你们真的这样欺负我，下次就抓一箱蟑螂放你们公司。我告诉你，你要不要？